家做客，那我们就好好的伺候着。
兄弟们，到！冲锋！
站！东子，不行，我答应过你，必须对得起中国人。 水里有毒，一定是鬼子在水源里下了毒，兄弟们才中了毒，没力气打仗。黑笑，鬼子怎么知道我们的水源地带呢？别说了，指定是我们基地出了内奸。没错，而且还是只女鬼。你给我滚！我给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 你为什么要放火把鬼子引来？不是我，不是你，我是从大牢里边烧出来的，只有你一人关在里面，不是你又是谁？地主，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你不能冤枉小文，400多号的兄弟就剩下这些人了，还想怎么清楚？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你今天给我说清楚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我是我姐让我放的。 你到底是那只鬼呀？我是为了救我妹妹，才让她在牢里放的火。你以为你的话鬼子信，我会信吗？孙小雨啊，你为什么要帮日本人？你为什么要在水源里边下毒？你对得起你爹吗？ 别伤害小雨，在水里下毒的一定不是他，他整晚跟我在一起。你要不是孙长安的女儿，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！ 我跟你说清楚，我的兄弟跟着我呀，他只是为了打鬼子，啊？
你们来这儿以后，你不好好的打鬼子，都一天到晚的都是搞事儿搞鬼，害得我好几十个兄弟就这么白白的送了死了。如果我有一天死在鬼子的刀尖上，我他妈都没脸上天着去跟他们见面，跟他们倒杯酒喝，我都不敢。我不能再让我的这些兄弟就这么白白的死在你们的手里。 带我们上哪去啊？其他抗日的队伍继续打鬼子。放开我！你们爱去哪去哪，别拽着我。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待在我身边最安全。得了吧你！就你还保护我？鬼子来了，你比兔子跑得还快。你去哪儿？我找我姐姐。你哪儿都不能去。凭什么？我又不像你。 就只顾着自己死活，你以为我忍心这么去做吗？田笑是我的兄弟，我要不是为了带大家离开，我情愿替他去死。 是你呀，爸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了，爸，你赶快去救姐姐。嗯，他们在哪儿？我们队伍被打散了，天笑他们在那边。走。 都是因为松本大佐。
真想把你俩剁成肉酱喂狗！他伤得厉害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点水吧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给了你什么？你这样对他，我哪样少了你？你就不能像对他这样对我吗？他给我的你给得起吗？无论你要什么，我哪样少了你？真心，有吗？ 你顶多就把我当个乐子。真心算个屁呀！就算我把你当个乐子，那也是你自己自愿、犯贱啊！你跟我总比跟这个快死了的东西强吧？我现在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现在从了我，我或许还能好心跟大佐面前求求情。 放你一条狗命！这辈子你休想！我就算跟他一起死，你也不可能得到我的。哎呦，当婊子还想立牌坊？好啊，老子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！给我停车！ 给我起来！给我上来！滚！ 他们都下车，下车，快点啊！王大海，叫他们把枪都扔到水里去。快！他听见没有？我上水里下楼死啊！快！ 团长，那边发现了战斗的痕迹，但是没找到天笑他们。看来还是打散了。通知下去，准备回根据地。是。子强，跟我走吧。团长，你怎么会加入共产党的？ 我受伤以后，志敏把我送到了南满抗日军的根据地，他们给我找了最好的医生，帮我治疗，我才活到今天。这以后，我接触了他们的马政委，从他那儿我了解了共产党，了解了南满抗日军。我知道了共产党是一个为劳苦大众着想、为人民打天下的党，我也了解了南满抗日军是一个纪律严明、 从不骚扰百姓、战斗力极强的部队，所以我就加入了他。我不敢相信，像您这样我这么敬佩的人，竟然会加入共产党。对不起了，团长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周子兰，到，点齐兄弟，跟我走。是。 你现在去哪儿，子强？啊？加入伪满政府？我相信你不会。国民党都撤退了，已经把这儿给放弃了。现在只有共产党还留在这儿，在保卫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家园。子强。
我觉得你是个优秀的军人，也是条汉子，留下来，和我一块打鬼子。团长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打鬼子，但是我对共产党不感兴趣，让我走吧。你了解共产党吗？啊，子畅，这样，你跟我回去，去了解一下，去看一看，看看共产党。 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，是一个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党？南满抗日军是不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部队？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自强，你去了，看了，了解了，还想走，那就随你，我不留，行吗？ 休息一会儿吧，我没事儿，走。到一个房子，我们去那儿休息一会儿。走。快！怎么样？这里怎么没有人啊？这一路上也没看见什么人，可能去逃难了吧。 犄角旮旯都不许给我放过！ 什么都没发现，搜查清楚了，搜查清楚了。收队，收队，收队，继续追。是，走。排长，是。 兄弟们都困了，让他们睡个好觉。你带小小玉吗？还有天笑，也不知道他们咋样。我在想啊，做孙长安的女儿不容易。也许，做我们的家人。
你们的手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哦，你去休息吧，我陪您站岗。 过去被别人拿来吃笑，天晓，我们就在这儿安安静静的过好下半生好吗？
谁？俺是国路嘞，有没有吃的呀？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嗯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怎么会过来的？俺们平顶山啊，提前好认，一夜之间全都被日本鬼子给杀光了，全都杀光了。头一天晚上正好是中秋节，大家开开心心的都在吃饭，谁知道第二天全都没了，全都没了，全都死光了。当时俺就躺在死人堆里装死，抱着俺的孩儿，俺捂着他的嘴，不能让他说话，不能让他哭啊。这些日本鬼子怕我们都没有死透，然后就拿着刺刀啊，刺刺给每个人身上都刺，俺也刺到了，还好俺没有死。对了，那有没有红薯糖啊？啊，给俺弄点红薯糖。俺孩儿啊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。你等着。我帮你抱着孩子，你赶快吃东西吧。小心点啊。小雨，小雨。他睡着了，别弄醒他。你吵到我儿子了，没事。真是的，别弄醒他。天笑，你怎么了？小雨，我们不可以自欺欺人呐，以为躲在这里就可以不闻不问。外面日本人还在不断地杀害我们的同胞，我们不可能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只不过是普通人。普通人怎么了？就算是普通人，我们也不能苟且偷生，坐以待毙。我们应该拿起枪去打日本人。天笑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家。小雨，没有国，哪来的家？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，好吗？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还是先联系自强兄和老罗他们吧。哎呀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你小子怎么就落在我手上？你让我一次不舒服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生不如死。
你觉得他抢了我的女人，以我的性格，我能干什么？大海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只要你放了天笑，我答应你，我这一辈子都跟定你了。别跟他废话。天笑，大海，你给我闭嘴！贱货，你个破鞋，谁稀罕？老子当时给你脸，是你自己不要脸。这口气我今儿非出不可。我现在就把他的眼睛挖下来给你看看。不要啊！